晴雪。谢谢啊，哎，那不如我请你喝杯咖啡吧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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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的。钱包呢？坏了，刚才那个戴帽子的人，我钱包。我给你找回来。哎。没事吧？其实我没事。志明，行了。这是你们钱包，看一下钱有没有少。谢谢。谢谢你，警察同志，谢谢谢谢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聂总。